家有没有乖乖的待在家？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，I'm Rainy。今天呢，我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内容，我要来做 CCB 居家运动的影片。那今天我要挑战的是呢，用家里可以找得到的四样日常用品呢，来做四组运动，和大家一起锻炼身体。那我知道现在这个疫情啊，让很多人都需要 work from home， 我也知道有一些人是 not at home。不要跟我讲你在家里运动的时间比你上厕所的时间还少啊。那如果你是懒惰动的人呢，你肯定是没有看这个标题，因为这标题说懒惰虫掉进来。可是如果你已经进来了，就顺便把它看完咯。那今天我要做的挑战呢，是非常适合你、我、适合他、适合全宇宙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们要用的用品肯定是你家、我家、他家、隔壁老王家都能找得到的东西，所以不用跑去跟别人家借，在家里乖乖做就好了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做我们的 CCB 居家抗疫运动吧。 Let's go。 首先挖出你家里的 toilet paper 出来，别说你家没有这个，大家前阵子买的一堆册子是时候拿出来 show off 了。我这里使用的是24卷 4 ply 无味的册子，如果大家没有24卷没关系，也可以用12卷 3 ply 2 ply 有花香味、绿茶大地味的也能使用哟。首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toilet paper 深蹲马桶法，背挺直，胸口打开，臀部往后坐，想象自己坐在马桶上的感觉。就是这样的感觉，膝盖千万不要超过脚趾头哦，然后回来屁股夹紧，来感受一下臀部、大腿在烈火中的燃烧。第二组动作，我们先去找几包快手面出来，这里我是使用新加坡最普遍的 Miojo 快手面，如果大家没有的话，可以考虑使用 Mr. Dub、Indomie、Maggie Me、初见一丁等，都适合一家大小使用哟。我们这条做的是 Maggie Me Gasana Gasini Twist， 坐在垫子上，背挺直，往后倾45度完美视角，膝盖弯曲，优雅的拿起我们的快手面，从这边放到那边，那边放到这边， Gasana Gasini， 带动上半身旋转，感受一下腹肌在烈火中的燃烧。接下来这个第三组的动作，我需要大家和我一起准备我们最爱喝的 Milo。 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我们，喝的 Milo 绝对不会比小时候喝的奶少。我使用的是搞修歹的 Milo 包装两包，当然如果你家里有的是粉装，还是 Milo Gosso， 还是 Milo 3-in-1 都不成问题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Milo Social Distancing 运动法，坐在垫子上，优雅的拿起我们的 Milo， 胸口打开，背挺直，手肘弯曲90度向前触碰皮子，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必须保持1公尺的安全社交距离，所以我们必须再打开、再关起来、再打开、再重复、再打开、再重复。姐妹们，想要瘦手臂、收腹乳的话，这招绝对不能马虎，毕竟我们不是小孩，我们是冠军。来到最后的最后，我们的压轴登场就是我们的塑料袋 （plastic bag）。是的，疫情很糟糕，可是我们还是要环保。家里如果还是有很多没有用的 plastic bag， 这个时候绝对是拿来再使用的黄金时期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plastic bag 病毒离我远一点运动法。站起来，双手交替的把手掌往上推塑料袋，让塑料袋保持在头以上的高度，想象我们把病毒推开、推开、推远远的感觉。大家也可以试看用踢的方式，放在脚上踢塑料袋，狂踢，避免塑料袋掉在地上。这运动除了可以锻炼手脚以外，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协调性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做得不好的话，那可能是你待在家太久，头脑身体变得生锈迟钝了。来感受一下我们头脑手脚在烈火中的燃烧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学会了吗？赶快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一起来接受这个挑战吧。我的影片结束咯，拜拜。